好，看起来好像是现场系统有一些小小的状况，但是大家不用担心，马上就要回到比赛了。不过就像前面呢，我们老白鼠说的，其实在 AG 这边五名队员呢，他们的配合默契真的是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赛季当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，他们这个默契真的是特别的好。而且其实亮亮自己也有说，就打了这么多届，他觉得这一次是最强的一次阵容。对 AG 这个赛季的阵容可以说近乎于完美，全明星阵容，就是可能在全明星周末会看到的一个阵容。是的，这边应该是好，这边进入到比赛当中，上面 TD 的较量开始了。我们看到有，首先是由 Vini 作为潜伏 ，AG 这边作为保卫。哇，一开局上来，其实一开始看到麒麟这边是在主奥的一个位置，那肯定就是开局的时候是 AG 这边是有个另类的开局。另类是现在，哇，十八被附到这里太亮眼了。哇，这边危机，这边是上来打的有点压，有点凶，一直在顶前。对，刚才负面是给 AG 这边造成了不小的压力。对，11-6。看一下维基这边能不能继续去保持这样的一个比分优势。这两支战队打 TD 真的就是枪法的一个欣赏。真的要出吗？哇，这一枪，主刀要反，主刀要反。我有十八这个花式跳跃。今天在复道是如鱼得水啊，十八。我两个。今天十八状态真的亮亮收服了。16-12。其实就个人数据上来说，如果说看我们整个常规赛加上季后赛的数据，哇，中房这边 AG 本来以为可能是危机没有什么人，但这一波三人进中房是损失有点惨重。嗯，20-13，又拉开了差距了。十八这边好像给负面压力给的很大啊，一直在投。这边马哲被收掉，能打掉吗？哇，念旧念旧，还好死掉。哇，麒麟被白，哎呦，这一枪差一点，哎，吃白了，这个是吃白，这个是吃白的视角，可能切过来大家看不到。哇，现在双方开始5v5的一个主刀大战了。我看到，哇，李思南刷屏了，李思南跟一文两人同时的三杀。28-25。AG 这边是站住了密联，但是密联这边封密也来了。对，看一下中房和密联的对决，找到了，找回了一点就是 TD 的状态。但目前 AG 还是落后了四颗头。对，整体来说这一点人数的落差并不算什么。这边绝技在主二三杀，三杀。哇，这 Team Radio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得很清楚，我喊得不凶的不要不要的。对，我发现 AG 的几次偷家好像都没有取得太好效果啊。看一下这个李思南来偷了，一换一，一换一，主刀这波要反吗？四人的反主刀，哇，这波出得来吗？麒麟，哇，没有机会，安可三杀。安可这时候我们的年轻选手小将是站了出来。我说了，安可的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一说到危机的话，就想到主道的这两个念旧十八，但其实安可在主奥这条线的个人能力也是非常强。其实以前安可也是一个打主道的选手，但是可能就是替补嗨嗨出场，对，为了替补就是补嗨嗨这个位置去打了一个主奥的位置，所以每次当安可从主奥这条线飞下来飞到主道的时候，他的个人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吧。一般可以这么说，主道选手转中房了，他都非常知道主道选手需要什么。这波主道要没了，这波主道要没了。我有。主道中房全部飞了下来，反应非常快。47-40，七个人头。我们看一下 flag， 现在老马的 flag 确实是稍微低了一点，但是十八和念旧两个主道极强的 flag 已经是完全够了。两名枪王啊。对，主道这波能出吗？两架。他们是 VG 的两架主刀的两架马车。哦 ，AG 又小刷屏了。哇，47-46。亮亮跟银文。这个两支战队打起来太可怕了。47-47 ，AG 已经追回了比分。这边 VG 还是也来了一波小刷屏了。又是反刷一波。这两支队伍打起来真的太可怕了，忽然一言不合就开车了，就刷屏了。一言不合就刷屏，对，这边刷一波，那边刷一波。
这边麒麟也是站到了保卫者家里的高点，打掉了边桥的十八，52-49。看看李斯兰，看一下这一波能偷到吗？李斯兰好像是真的可以。好，一个完了完了，这一波是没两个。李斯兰三个，哇！李斯兰真的是很鬼，每次最关键的时候需要李斯兰的出现，李斯兰就永远在一些就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出现了，神出鬼没。55-50，小王打得非常焦灼，这边哇，看到彼此了。哇 ，A 级这边真的很灵活啊！马哲终于发挥了一个双杀主刀，这波能出吗？看一下麒麟，哇，没有机会。VVD 反出来一波，后面机枪能补得上吗？又是全部刷了一波带走，63-57。刚才这一波 VG 是领先了不少，十八这边顶在前端，被打掉，64-58，出不来，出不来。这时候看维基的主道三人机枪，边桥马老马的狙，然后念旧和十八在边桥也或者说在下面一箱二箱这边蹭，其实如果说让你很难主道很难出，如果主奥没有主奥，最起码我得感觉要来一个闪来一个人去帮助 A G 去这一波去清这个主道，不然主道很难出。看一下亮亮，主道双杀，又是头将，又是李斯南，李斯南又再一次摸进了对方的家里，哇，调皮了。68-64，现在所有的位置都是 AG 的。我发现两支队伍好像没怎么在中皇打，都是副道和主道。他会选择副歌进中。哇，念旧。这个比分又拉近了。对。小心闪光。我总是能够感觉到两边那种火力真的是太足了。69-68，只有一分。一个。五占领了中房，李斯南这边是被反了，看要跳吗？李斯南，哇，李斯南，哇，这波李斯南的头反超了 ，A G 反超一分。李斯南这波在中房这个混这个时间点混的是非常的好，对。李斯南四个了，打掉了念旧。常规赛永远在睡觉的男人，一到关键的比赛，李斯南五个到就输了，18-18。边安可，哎，没有人爆点吗？刚才这个没有换掉，没有换掉，79-76，维基这边再次反超比分。现在两边好像都很难把对方压家里面刷一波。是，就是现在这两支队伍应该是没有一个薄弱点，就是各个点位只有可能给你一波的机会。如果真的想主道跟负面一起压家刷的话，确实需要很难。对。81-80。马哲又稍微拉开了84-80。马哲这会儿终于是找回了点手感啊，可以看到富二也是有稍微低了点。对。84-81。十八目前场上的 AC。老马这边也是渐渐的找到了一点手感，在已经开始杀人了。哎呀，这个亮亮在扔闪，想扔闪，这边麒麟是补到了。来看一下伊文，很关键，哇，直接被蜂蜜的一个三杀，中房死神，对，进来直接就收这个点来秒了。这个中房敢进吗？看一下绝技，对，有点危险，还是得进。哇，念就直接是拉了出来，91-84，大家要注意一下比分，即将来到100分，现在危机还是领先了7-8个左右，没错。这边是李斯南守住，两人同时从副线偷，这个是让李斯南完成了一个双杀。哇哇，这一波是没机会了。李斯南这边一直在卡着自己家的身后。哇哇，即将来到100人头，领先了10分。危机这边在 TD 上，难道是真的要？又再次了结一下 AG 的这个 TD 的强悍的实力，比分即将是过百了 ，AG 这边依然是99，对，哎，这波主道是清出来了，但是中房，哎，还好中房蜂蜜也是被绝技打掉，是，
这一波 AG 会不会吹响反攻的号角，就看这一波了。这波很有机会。哇哦，现场这边也是在不停的给双方队伍在加油。真的在常规赛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有一支队伍能把 AG 踢得压成这样。对，很难。一直在领先的 AG 带来。看到 VG 这边的 Frog 十八和念旧同样都是27。念旧这边偷摸了麒麟的屁股，再摸一文的屁股。这一波是全部打掉了，又是恢复到十个人头的领先。哇，这个差距感觉有点更拉开了。是。依然还是在十分左右。还是有机会。两边现在负面的透家都透得非常的好，总是让主道这边人去偷。哎，马哲，老马是要反，这边是要反，老马都跑这里了。李斯丹这边再次偷家，两边就开始了互偷，三个。主道这波还出吗？112-102还是领先十分，而且有可能分数还是有可能会继续拉开。这一波李斯丹，关键看现在主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哇，主道这边来看一下李斯丹可以偷到几个。对，被队友清了。对，哇，狙击了个三伤。对，我们看到 AG 这边是一波刷屏，稍微拉近少了一个人。看 AG 这边一直在找，因为清了四个之后发现是少了一个。哦，终于十八在重防是被亮亮打掉。对，反正少个人。哎，对，这个人在哪？看到一直在找最后一个人在哪，基本上差距算，基本上就是一波刷完之后发现少人，就肯定是在偷了，往屁股这边找人。对，哎，李三队很聪明啊，刚硬在这个主道前点，但被十八给收掉了。但是分加上来看好像还是落后十分这边。哇，哇，这时候被 VG 刷了一波屏，再次进家，还是十个人头。这边对于 AG 来讲不太有利。哇哇，这个是吃闪的一瞬间，是打到吃闪的一瞬间，而且在被迫投 K 的一瞬间。还是打掉126-115。感觉 AG 刚才是被 VG 压了半天啊，这个主刀一直没能出来。十八根念旧手感太好了，老白，两个三十加。老白，你觉得你现在如果说 AG 该怎么做才能够打回这个局面？这个太难了，就是要把主道成功的反一波之后，中房还不能丢。比如说这边 AK 小霸王，这一波这时候就看一下中房的里面这个人能站住吗？站不住。这一波只要不被偷家主的，哎，中房再次，哎呀，没有机会。就是主道反完出来之后，千万不能是中房又被对手是反攻拿掉。你丢了之后，然后中房配合主道又来，对，就像这样又把你打回去了。对，你看，这样换完之后还是危机还是有机会。131-124，九个人头。这时候负面如果也一起顶的话，其实如果负面和主道一起顶的话才有机会。七个人头，七个人头，哎，还真不好说呀。别看现在比分已经来到最后，十八打二，李三主道直接出了，这一波。哇，主啊，这一下没给那个机会表现了。18-37，十八的手感啊，我刚开场的时候就说，十八的手感真的是火热，特好。我觉得十八这场要上40+应该是没问题了。看一下比分，104-9。这时候我们看到场上的比分现在还差最后89，有点紧张喽。最后八个人头 ，AG 这边已经是落后了12分，感觉有点难了这张地图。AG 似乎要在 TD 上要扳回一城。这两个主道即将是太凶了。这时候 AG 的一波刷屏是直接告破。146-131。没错。最后三颗头。最后三颗头 ，AG 这场 TD 已经是要丢掉。最后一个，看是谁的收掉。麒麟。最后一个人头。哇，麒麟最后这麒麟一个4+，好的，最后是由念旧收下这个人头，那恭喜 VG 是在 TD 上是扳回了一城，比分目前1-1。